哥，你的生活不只是有我呀。你一个人也可以活得很好，你有很多朋友。我不行，我没有，我必须有你，你必须在。 他跟我爸离婚的时候就不要我了，他都不管我，凭什么管他？林萧，你不会真的不管他吧？我也好想抱着你，因为在家里，我是个不能生病的人。 什么时候你向我伸出手，我都会抓住他的脖子。你可不要让我想起啊！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呢，是总会胡思乱想。你不要想那么多，想那么多干嘛？你把这个聪明劲儿都用在对的地方。